是偶像学员的活动，然后听到这么低沉的吼声。谢谢大家今天呢一起留到现场，中午活动结束之后还留到现在陪着我们。今天呢，大家久等了。刚刚中午的时候看到 AKB48 team TV 有没有很开心？你们等一下留下来会有更开心的事情。今天呢是我们偶像学员 Friends 的新的发表会，那等会呢他会跟两位非常幸运的粉丝一起上台来试玩这个游戏。那在试玩之前呢，我们可爱的两位成员品牌以及自己特别准备了可爱的舞蹈要来跟大家一起舞蹈，可以让大家抢先听到偶像学员 Friends 的新歌曲还有舞蹈。让我们欢迎
个仔仔，你也可以上台跟司仪站在旁边一起观察的美好画面。好幸福哦！品涵跟可爱的妹妹要来玩的呢，是双人模式哈，要考验的就是默契度啦。偶像学园这个游戏呢，平常呢可以自己玩，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李涵加油！加油！加油！妹妹应该很强，妹妹很强。妹妹她说她玩好几年了，她先玩偶像剧的卡册。她卡册这么厚，她应该比我厉害。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应该她比我厉害。李涵也很厉害啊！我们喜欢李涵好几年了。頑張ります。
乖的。压推了。今日のステージのタイプはキュートとクールだよ。セルフコーディネート。来了，来了。条码朝下扫描哦。加入 iPad 卡片，直到听到叮。すごい！フレンズドレスを買うか。舞台超级大了哦。フレンズドレス。舞台超级大了哦。确定。
去看媒体